可不可以放弃呀？哇塞！请问你们也是排这个？对啊。哇，我刚刚一路这样录影过来哦，哇塞！我打算跟我女朋友说，可不可以不要排？你女朋友要吃哦。没有，她不知道这新闻，是我看到的。嗯。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哇，可是人是排多了。如果排那么长。排得到数量有的话，那还可以。对、啊，会不会是有？因为四小时会不会有数量限制？之前有说300个啊。哦，他这个好像没有说什么卖。2014、2016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不要了啦！那排到那边就没有。哇塞！哎、欸，我还在录哎、欸。还好，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吃过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。好吃吗？啊，台湾的其实薯条也是很棒。嗯。可是，那个麦当美国麦当哎、欸、台湾麦当劳要吃到那么软的薯条，是可遇不可求。嗯。来，都来了，继续录影。台湾的薯条都好硬哦。嗯。那其实台湾的。麦当劳薯条也可以做很软啊，肯德基也是可以很软，他们就不做，嗯，蛮可惜的。是这家偏软这样。嗯，小心哦、啊。哇塞！可是怕数量有限啊，对啊，两位小姐要排吗？我们还要排吗？不是录影，不是直播。